农夫呢日参加游戏节目录影，提到黄子华自导自演嘅贺岁片成为新春档贺岁片嘅票房冠军。虽然都系回唔到本，但系有份演出嘅佢哋都好等对方高兴啊！见到啲报道话，好似即系都就嚟3000万啊嘛，即系非常之好嘅票房啦、啊咁啊，即係非常恭喜啊，導演啊，子華神啊！咁嚇，子華神自己拍嗰個片都有講啦，即係佢係賣咗等樓嚟拍戲啊嘛，佢都話要回翻個本咧，都係要等期績噶啦。但係就希望可以回到個天花啊，回到個水龍頭啊咁。我諗佢做到啊，呢個夢想成真。咁唔知兩位人夫情人節會有啲咩驚喜送俾另一半呢？我預備咗好多廁紙送俾我老婆，等佢可以放心啲屙。我訂咗好耐嘅佢嗰啲禮物，漂白水，因為佢都唔係話好白咯。你以前要送美白噶嘛？係啊，而家送漂白水。